十二星座反应大调查，发现另一半劈腿了，你会说行动？像我之前就有抓过有一个，他自己本身已婚还有小孩，然后呢，我就去他的脸书看到他老公超有钱，长得也不错，那我就跟他说，那我们交换，你老公我可以啊。射手座理性的讨论，如果射手座本身劈腿，会跟对方讲清楚，他其实他不太会讲清楚，好准。假装星座来包装你。今天晚上10点，星上人班。